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走南，我是7.7。最近在私信里面有看到小伙伴在吐槽，说我们的缸又大又方，家里根本放不下，所以说造景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呀、那就是买套大点的房子呗。呸，明明是用小型旧鱼缸改造成仓鼠箱，来满足大家桌面养宠的夙愿。首先我们先用丙烯在缸的后面给它画一个花里胡哨的背景。7.7小课堂开课了。在缸的背面作画呢，是和正常作画步骤相反的，所以呢我们要先画细节再铺底色，这样细节呢才不会被底色覆盖住。然后我们遵循万物皆可染色定律来把白杨木片染成瓦蓝瓦蓝的色儿，用途就是铺底儿和纸棉做一个层次上面的区分。之后就是粘一个透明的亚克力平台，没有亚克力胶水，所以对付用的热熔胶，用珊瑚和蓝色碎石把这个用旧的白色水尊给 DIY 一下，让它显得合群一点。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铺缸了，首先把这个平台戳进去，放上一个定海神针，请注意这颗定海神针，它马上就要完美的消失。我们把染好的瓦蓝瓦蓝的大木片子塞到这个底下，在木片上方均匀撒上一层葱花，也就是我们松软的蓝色纸棉。现在到了异常舒适的环节，我们在里面倒上通心粉和公婆专用的超强去油浴沙。大家都知道通心粉和公婆是远近闻名的大油田啊，建议大家直接用沙子铺缸，用浴室成浴沙的话其实效果不太好的。然后放上手工贝壳一枚，充当装饰和躲避。最后是带着蓝钻 QQ 秀的水壶和一个可爱的小食盆。哇，这两看着好香呀，我也想吃。现在我们的桌面造景缸就已经布置妥当了，先让通通进去爽一下吧。这个笼子对通心粉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小，所以说只能让它进去玩一下。这位壮士脚下留情呀。何其无辜的一双大眼睛，但这天真无邪和岁月静好都是假的。战争前的宁静，我们还是赶紧把这尊神仙请走，换上我们的真正居民吧。这只白婆本来应该是雪白雪白的，但是她把水壶打翻在提莫西草里了，把自己染成了一只黄婆。在弹幕里给她争一个名字啊，有啥应景的名字赶紧甩上来，我俩已经灵感枯竭了。最后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们家黄婆的美颜暴击吧。这长镜头呢没有经过任何的剪辑放慢或者加速，非常的原汁原味。你们有见过如此配合的掌上飞吗？从来没有，这也太乖了吧。我怀疑走南拿毛绒玩具欺骗观众啊。这个镜头怎么还有一分钟啊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7.7，要不你来整个活吧。 Creeper Oh manSo we back in the mine, get a pickaxe swinging from side to side, side, side to side. This castle cooling one, hope to find some diamonds tonight, nigh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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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amonds tonight. 啊，这个歌比我想象中的难学，这个活儿好像整失败了。这个时长也水的差不多了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记得要三连推荐一下哦。如果你有啥关于造景方面的惊人的点子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说出来，说不定我们就会帮你变成现实哟。我是走南，我是7.7，那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拜拜。